好點名三分啊！依家喺筲箕灣巴士總站度啊，今日又準備行山啦。正話朝頭早，其實都係半個鐘頭前啦，落到平冰白冷啦，又雷又雨，咁依家變咗好天又嚇，落完一浸之後，等虎哥。又伸下腳先嚇，早晨，早晨，早晨。咁啊，早晨，早晨。早晨，波哥，早晨，瑞哥，早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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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，張姐，早晨，早晨，江哥，早晨，真係少啊。咁啊，因為等阿立哥都喺街度啊，我哋更加嗌啦。早晨啊，莫哥。咁嚟到呢边前面呢个花园仔，系咪喺度讲咧？啊，各位早晨。啊，影真唔好意思。啊，立哥今日迟大到，我打电话叫阿英行即系起步先噶啦。阿庄又话会听我话，叫你哋起步先啦，唔好等我。因为点啊？今日个肚唔系几舒服啊，去到半路揾手艰啊，唉，真系。啊，所以要認真，唔好意思，遲大到啊！啊，略略講下今日嘅行程啦。一陣間我哋由呢、這個柴灣道上去，就去炮沙灣炮台先。啊，睇完沙灣炮台，我哋就由呢個配水庫落翻去柴灣道，上翻柴灣坳喺呢個大潭道口嗰個位置咧，就上引水道。啊！引水道就會有一個地方可以接翻另外一條交流徑嘅，就交流徑去到康發道，就由康發道去到呢、這個花果山嗰個地方就大休嚇。我哋大休後下晝就落翻嚟呢個鰂魚涌就散隊，咁大隊咧就會去呢個沙灣河嗰、那個興東村係咪？好似興東商場嗰度啦。啊，興東商場嗰度咧就嗰、那個商場有間酒樓嘅。咁啊，我哋會喺酒樓嗰度飲茶嚇。今日行程叫做而家起手熱嘅啦。啊，頭先尤其是我一出門口好大雨嘅，啊，咁啊好狼狽，所以咧，我個位置有一來塞車，二來我去到港澳碼頭嗰度，我搭嗰啲過海車嗰啲咧，即刻要走去揾手間啊！真係，因為呢排去旅行咧，嗰啲翻嚟嗰啲時間咧唔係夠得，唔係幾啱啊！即係要有時啲時間去得啱咁咧就。搞啲嚇，真係真係唔好意思。好啦，咁我哋唱下起步歌先，起步啦！一二三，大步上山，不怕路長，我有理想心開朗。大步上山，不怕路長，路長新丁勝威壯。
志气刚昂，旗帜飘扬，同队友去闯更坚强。大步上山，不怕路障，自由领队指方向。好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好啦，我哋跟住阿富哥之旗起步啦。由呢个配水库落翻去茶番道，上翻柴番坳，喺呢个大潭道口嗰个位置咧，就上引水道。喺引水道又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接翻去条交流径嘅，就交流径去到康文道，就康文道到呢个翻过山嗰个。佢哋未到，其實過幾月咯，佢哋仲要上兩上，跟住登翻嚟，跟住嗰個興東商場嗰度咧，興商場嗰度咧就個商場有間酒樓，咁啊，我哋會喺酒樓嗰度飲茶啊。今日行程叫做而家起手熱噶啦，啊頭先尤其是我一出門口好大雨噶，啊咁啊好狼狽，所以咧。我還是有一輪濕遮雨，我同我爸爸就我等嗰啲過去遮雨啦，即刻要走去揾手巾。今日你排去旅行咩？嗰啲翻嚟。起步多謝起步啦！一二三，大步上山，不怕路障，我有理想心開朗。大步上山，不怕路障，路障神的。声威壮，志气高昂，气质飘扬，同队友去闯更坚强。大步上山，不怕路长，自由领队指方向。好多谢大家，我哋慢慢成两点，两点紧张。成功起步，起步 ，OK， 起步啦。正式起步啦！咁啊，经过呢条天桥，应该又想去长命斜噶啦，地柴湾长命斜啊，上啦，嚟个马路边，系，咁啊，一路。舉頭已經行到嗰邊，上緊呢個柴灣嘅長命斜啦，開始啊！阿華哥，早晨，華哥，早晨 ，hello， 繼續行啦。嗱，經過右手邊呢個愛秩序灣遊樂場啊，呢個啊，正話落完場，咦，依家就藍天啊，哇，好熱啊，今日會爆熱啊，又係。早晨，早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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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针公个老婆咧，老婆最大。打针公。早晨，英姐。早晨，你好。爬緊樓梯啊！啲街道 ，Hello， 繼續上啊！因為正話落場雷雨啊，
啲吸啊濕曬已經係啊！行翻出嚟，呢個車路，車路啊！好日子啊！啊！西灣炮台神文徑啊！阿路長，原來阿權哥喺呢個路口數。早晨啊，權哥，我爺今日失咗蹤啦。原来走了一半路在这里舒服很多，等等啊，不用那么辛苦，我就是蚊又是啊是啊，这里舒服很多。加油加油，哎，这样收到几多人啊？一二二未计他们一二三四四个啊，应该还有了，没了，尾的，他是包尾的，一二六啊，这个是英姐来的，是啦，英姐咁應該就今日126人啦，總數哇都多人喎，今日都比預期多啊，因為今朝個南門魚啊 ，OK 啊嚇，大家幾踴躍，企散咗。咁我哋就算佢130啦，今日加多四個落去啦，因為仲未上到嚟啊。今日就130人啦，參加人數 OK 啊。一、二、哇，後面棵樹好勁。波士勁啊！波士勁嘅。咁我哋繼續上埋個炮台先啊！哇！咁涼爽啊，點解呢度？哇！舒服舒服啊！哇！小心啲啊你啊！越走越好。好、哦，我掂掂先吓，嚟咁易啦，掂一掂下，上下箭嘴俾咗你哋啦，有个标示啦，有标示，系啦，咁啊行出出边先吓，其实两面都得嘅，沿住个墙边行，我哋绕个圈先啦。啊？啊！佢哋落咗下边，呢度落嘅，呢度呢度落嘅。咁咧，一路绕去前边先。咁嚟到呢度咧，要爬少少啊。其实呢度咧就佢搭咗石喺度嘅，可以过手系冇问题嘅。慢慢上，慢上，呢度仲有，好啦，系啦，咁啊，转身后脚，咁啊上到炮台啦，呢度上边最高点啦，呢度叫做哎呀，咁呢度咧神韵啊，种咗啲嘢喺度呢度。呢度以前做咩咧？可能系蓄水池嚟嘅啫，啊，应该系嗱，冇地方取水嘅，应该做养水啊，再啲水要嚟备用嘅，冲凉啊、饮啊之类嘅，应该系。后边就冇咁，冇真系冇。应该系。咁呢度有碌嘢，呢碌嘢嚟做咩嘅咧？唔知睇唔到，唔咕碌，唔系三国杀粮嚟噶。但系唔知咩嚟嘅。嗱，远方睇到将军澳嘅跨湾大桥啊，啊，嗰边啊。右手边呢度堆填区，一路堆上去山上边啊。哦，佢行上柴湾坳嗰度等我哋。嗰边高位咧，填下山呢个对面咧。尖起嘅釣魚翁啦，呢個加完落翻去啦。世界性嘅指向啊！去邊度爭幾多公里啊？邊度幾多公里咁樣啊？咁呢啲好多全世界地方都要擺呢啲咁嘢喺度嘅，其實就。
嗱，啲建築如常都係咁企理，睇下外圍嚇，都有人喺度整嘅清潔嘅都會嚇，間唔中有。阿哥，阿哥，先，早晨，早晨，咦？點解突然間出現喺度你？唔係，我一早嚟。係。影呢度啊？哦，呢度影過啦。OK， 影咗噶啦，有噶，次次嚟都影啊，呢個位置啊。咁呢度係西灣炮台歷史啊，原甲啊，咩原甲啊？啊！炮台建修建，哦，咁即系讲呢个系旧嘅，依家啲系新嘅，再整翻个，再维修一下，就咁样吓。咁、啊、上边有个艇喺度坐下休息下，又唔晒几好啊，舒舒服服，几静局啊，唔错呢度啊，呢个位置啊，行完喺度坐下，唞下，饮下水。嗱、啊，呢度系 LCSD 管理噶，呢个位置。嗱、啊，叫做鲤鱼门公园啊，呢度叫做。嗱、啊，呢度有啲建筑喺度。就落曬閘噶啦，封曬噶啦，唔俾入嘅喺呢度。咁兩行都有啊，呢啲啊。可以跟住又一落翻去啦，就過對面啦，就揾地方打休啦，好快脆。咁由呢度上啦，哎，上到人行道啦。啊。好，到引水道，可以慢慢行啊，平路啦。啊，有翻啲风啊，舒服啊，舒服啊。
撑完嗰二百零级嘅梯级，就俾条平路啦，行下先啦。咁行翻去引水道又。继续慢车兜上去，咁呢度一路蓬上去，晒啊！睇呢家晒啊！呢家晒啊！喂，煲湯水飲啊！而家呢啲一道仲嚟噶嘛，長命益壽啊！咁我哋啊，經過一個大石側邊，哇！呢嚿石超巨型啊，嚿石。我用一角船頂住添。1:40，依家就高度208米到啦个位置，咁都接近行咗差唔多两个钟头噶啦都。系咪啊？系咪呃我哋噶？系咪呃我哋噶？氹我哋噶？氹我哋啊？系咪氹我哋噶？因为可能你迟咗。哎呀，失忆。好啦，去到翻个身体啦。花果山啦，花果山啦，嚟到啦！好，哎，上去。大休啦，大休啦！啊，有风有风呢度。好啊，嚟到大休点啦！好啊，嚟到又开餐啊，欢迎大休。10:52啊，嚟到呢个花果山上面大休，我哋呢度有树荫，有啲风都 OK 嘅吓。差不多了，礼拜二你都行过呢度，跟住同阿周，都有。